谢谢，谢谢飞哥啊！谢谢飞哥送的礼物，谢谢。妈的，刚刚今早打妈的3个反向角没出不来，我真的醉了。我这盘赢是赢不了了，想办法搞个追加吧，搞个推火车。我操，怎么这么卡？我操！我二楼这么猛的呀，上来一个3比0，什么呀？哎呦喂，晕了吗？这都不赢，有点奇怪呀！我靠！我去！马上就到我了呀，我怎么不打呀？我打呀，但是时间上没对上啊。我在二楼后面啊。去。哎呦喂！我天哪，这是什么？不晕呢。